请爸爸过来陪叔叔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你直接来啊！爸爸在妈妈的身躯里睏去啊！原来你拢是在骗我！你竟然利用家己的囡仔来设计小孩，你的爱，敢未想过变态？你已经无资格做小小的妈妈，我要争取小小的监护权，就等我来做家己的头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喽，按时备电，天之娇女。对你较好嘞，就是讲自己足了不起的。你上好是哦，摆脚一世人。看起来你真要紧去咯。这是真正安好无生活吗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幸福。麦子，你麦子，小刺猬，你怎么这么会原谅我？想到林正英在睡，张仁心也白不过伊啊！你走了，房间很臭啊！哎，我陪你困一工，一顶眠床。是的，我做。爸爸，你直接来啊！这是会当帮助你，让你更加清醒的物件，需要想办法，把这煮到任何的饮料里底，保持天都来啉的就行了。本来爸爸陪妈妈的办公室陪我，啊，不过爸爸在妈妈的身躯里困去啊，无来陪我。但是需要我斗三工做你开嘴，唔免歹势啊。迄人的背影，甲阿太真正足像的。啊，不过那是阿太，金花那袂认的。哥，你怎来啊？我介绍阿哥，你是谁？金花是当时通知警方过来的。小婉，你去从啥？阿文刚刚的就讲到过去的代志，阿拓还就情不自禁啊。你卖袂中啦！你哪会当做出这款代志啊？我害就是惊伊去伤害着你啊！童万奇，我来你拢是在骗我！你其实今仔日，就算小孩真正有甲你安怎，我嘛会原谅伊，因为我无可能甲伊任何你这个小查某。